我们这次去的是机场，头等舱有个乘客办了手续，但是没有详情。你们认识？我想只有你不认识他而已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找你很久了。能不能进你的驾驶舱看一下？你是想看驾驶舱还是看我？ Come on, just for fun. 这一点都不好笑。现在还有没有紫球？没有，做了又怕吃不完，想吃就买了。如果两个人一起吃。 多做的应该吃得完。你喜欢吃啊？自己做。你知不知道不开心呢会让体内积聚很多坏的荷尔蒙？有这么夸张吗？相信我。你相不相信风车转一圈会给人带来好运？我呢，是这个世界上运气最好的人。两间公司的合并，就像把两个不认识的人拉到一起一样，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最痛苦的时候，甚至要放弃。 两只眼睛，两只手，两只脚，但是为什么就只有一个选择？我错过一次，走了很多冤枉路，这次我不会轻易放手了。